看看啊，所以我们，其实我们太小大，再看看，来，首先我们是同样是要添加角色，你们来吧。 角色了，我们已经装了两个角色，对吧？啊，现在要干嘛？再装谁？IS哪去了？啊，这，好家伙！然后没啥说的，注意啊，我们IS呢是支持那个什么，阿帕奇和这个 FTP， 如果你需要用它来搭 FTP 的话，把它勾打上就可以了。OK。 啊，如果你需要让它执行 S 标本，当然是要勾上，对吧？当然要支持，要勾上。但是咱们没有啊，全都不要，就越大勾的越多，装的越慢。我们是不是现在也不打算再写 S P， 对吧？然后这都不需要，什么都不用，你这个东西也不用。我说 ，I S 是有一定的安全漏洞的隐患的，所以只要能够不使用 I S， 是尽量不要使用。那 FTP 是在 Windows 当中是有很多第三方工具可以解决，我完全没有必要是要用 IS 来打，听懂了？所以不必要。好了，我们就装最基本的谁？我们就装最基本的 HTTP， 听懂？可不可以？好了，然后呢？下一位。然后安装就完，懂了？装完是不是还得重启？对，应该是。 等会儿吧，好了好了，看看就这样吧。这东西就没什么好说的。OK，啊，没啥好说的，看到了。我的意见是什么？咱们这东西都是做个了解啊，我们只是讲，目的是为了讲刚刚的原理，是吧？后面还有几个原理要说一下，好吧？ 好，对的。加完之后呢，在 log host 里面就可以访问了。log host 是什么？有个是127.0.0.1都可以，明白啊？直接可以访问了。然后呢，装完之后，它是不是有它的一个服务的管理器啊？默认是不是已经创建好了一个网站啊？这个网站呢，可以右键点击查看它的属性，也可以在这里点高级设置都可以看到。 然后里面能看到它的默认目录是在安装目录下的这个，这个 input 下的三大 root 下 ，OK 啊，也就是说你的网页如果要写网站程序是不可以放在这里，啊，是不是都放在这里啊？好了，这是默认网站，我完全可以干嘛？把它删掉之后是重新改，啊，自己定都可以，删了之后重新建，可以吧？也可以在这点击编辑绑定，可以把端口和这个网站是不是？ 写进去 ，IP 和这个端口 ，OK。 如果我有 IP 的话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有公共 IP 的话，能听懂啊？把你的端口绑进去就行了，然后就可以通过 IP 访问。OK。路径在管理网站高级设置里面可以干嘛？设置它的访问路径，可以不放在这里，随便指在你任何的指定目录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们看这装完了吗？哎，还真不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哪了？ 这没错吧？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网站，哎，网站有了吧？默认有了吧？啊，管理网站，高级设置，路径 ，OK， 啊，这个路径在哪 ？System Drive 下找不着。那么我完全是不是可以点击这个，重新放到位置？比如说。 我在 C 盘下创建了三大 W， 要不然找不着。OK， 啊，啊，是，我就说我习惯性的是把它自己放在自己的位置当中，完全可以更改，对吧？那然后确定之后呢，右键之后绑定，可以把我的
当前的 IP 是不是写进来，对吧？以后是不是就可以 IP 地址来讨论？如果我有地址的话，是不是完全可以在这里干嘛？说入点吧，我 DNS 还在吗？在的话，应该我试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我的，我看看我的 DNS 写的是谁。DNS 哎 ，DNS 没写是吗？啊，写的是网关是吧？那我还是写成谁？写成我自己。啊，我是不是要用我自己来做 DNS？ 我应该昨天搭 DNS 了吧？不确定，怎么办？啊？想过吗 ？Next date 了，杠零干嘛？找谁？53有吗？有吧？能看见吗？53看到了吧？来试试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干嘛？哇塞，啊，有浏览器。这个生效吧，生效。我们可以访问谁？3w.sc.com 呀，里面现在是空的，没有任何东西。这是帮助信息是吧？网站筛选关闭。好了。里面现在是不是没有方式和内容？403没有网站信息是吧？所以我干嘛？我说新撞线的这个3w目录没错吧？所以我要在里面干嘛？各位，默认文件我先创建一个文档，然后里面随便写点内容。OK， 啊，得了，这还比较恶心，还在干嘛？显示什么？后缀明白，这个都是 Windows 的个人操作啊，没啥说的。哪呢？显示这儿是吧？哎，不是，啊，这好了，然后，好，默认网页文件名 ，OK， 你代词是这边，然后刷新，有了吧？看到了啊，那我们这个 SC 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跟它适用的 ？DNS 是做到了，对吧？好，那 RS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，包括我们右键新建一个网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但是小心啊，我当前是不是只有一个 IP， 只有一个域名？如果我不创建虚拟主机，我待会儿要说虚拟主机，它就只能放在一个网站，否则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？你想，它网站是不是要通过 IP 来访问，通过域名来访问，没错吧？但是我们说，待会儿先说虚拟主机，这就是最基本的创建。默认是不是已经创建好了？啊，在这里可以选择默认文档，可以管理默认文档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在这里有，看这几个文件是不是就是默认文件？各位有优先级，什么意思？在同一个目录下，如果这两个文件都存在，那么谁靠上，谁的优先级更高，明白？那可以，当然是不是可以改优先级？OK， 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这是默认文件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来讲一个叫做虚拟目录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还真是比较有用的东西，各位，它其实并不是这个 IS 专用的，对我们的后面 Apache Linux 来讲都可以实现，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。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干嘛，好吧？我先来看看这些东西怎么创建，然后待会儿再来说它是作用，好吧？啊，那刚刚我的网站是不是放在了3W目录下？那我可以右键这个网站，然后呢，选择添加虚拟目录，看到了？啊，然后在这里是不是给你指个名字，指到其他的位置，然后确定这个目录就可以访问 ？OK， 啥意思？来，右击添加虚拟目录，然后呢？目录名称我们给它叫做随便叫什么，比如说我们是 book， 各位，然后我随便改个位置，各位，我不放在这儿，我放在 D 盘下，然后新建一个目录叫 book， 可以吧？确定。然后呢，来，我去 D 盘，我是不是有了这个目录？里面放一个文件，
我们写点东西就写 book。OK， 好，现在来看啊。按理说，我所有的网页内容都必须放在3W 这个网页主播下。我的不管是阿帕奇还是 IIS 来讲都是一样的。我的浏览器要想访问我的这个啊服务器上的网站，我的网站必须放在网页主播当中，必须放在3W 之下，听懂吗？但是因为我创建了虚拟目录，所以虽然我叫顾客吗？我叫什么？创建写写的第一文件的创建文件是不啊，没改。刷新一下。不可思议吗？我装进了是，不可思议，写错了是吧？啊？晕，现在咋办？好吧，这简直是有点丢人啊！好，按理说，我所有的网页信息是都必须放在3W 这个主格当中，啊，然后是才可以访问。但是用到虚拟目录之后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从我这个3W 目录把这个文件拿出来？好了，我想说这个功能很简单，没问题吧？它只是说可以把某一个网站是单独创建的目录放在其他位置。那我想问你的事情是，它有用吗？你觉得这种做法有用吗？它不简单吧？你觉得？我们举个例子好吧？啊？说过是吗？好像是说过是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有用吗？有用，当然有用。各位，我的一个网站，我现在是不是一台服务器？OK，啊 那么这一台服务器的时候，这一台服务器，我的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应该放在3W 目录下？OK。但是我们说，随着网站数据内容越来越多，这个3W 目录下的内容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？我这个其实在第一天是解释架构的时候说过一下，再来一遍。那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？不论是搜索、维护，还是做我们的这个备份，是不是都会出现巨大的问题？因为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太多了？啊，就是我说的，咱们现在的网站就是这样，我们一个网站是个好几十个 G 的数据，导致里面去改任何一个东西，增加一个东西，完全都做不到，根本就无法来完成，到时候是不是就会挤成麻烦？那我们正常做法应该是什么？我说了，可以干嘛？把它的栏目是不是可以拿出来？每个栏目是不是都提出来？比如说读书栏目，我是不是单独创建一个目录？然后比如说游戏栏目，是不是单独创建一个栏目？比如说，新闻栏目是不是单独创建一个目录？那这样的话，把每个栏目单独创一个子目录，管理数据是用来方便。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虚拟目录来实现？啊，不需要把所有的网页是不是都放在3W 目录当中，而是干嘛？是不是分开存放？那么，如果只是一台服务器情况下，如果只是一台服务器情况下，这样做。只有一个好处就是，管理的时候，我把里面更新数据、备份数据拷贝的时候方便一点，但是好像感觉不到有什么太大的用途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但是我说，一旦访问量增加，我需要有多台服务器来搭建这个网站，能听懂我说什么？啊？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再买几台服务器？啊？再买几台服务器这块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可以考虑把整个网站当中所有数据是不是都备份在这里？啊，
也可以考虑干嘛？把不可目录是不是部分到这里？啊？把 game 目录是备份到这里，把 news 目录备份到这里，每一个栏目是用一台服务器来实现。那我说，在一台服务器里把栏目备份出来，把栏目给分隔出来，用数目录，就刚刚那个东西，是不是能实现？那我现在把栏目移动到不同的服务器上，我应该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服务器可以访问？掌握，掌握。掌握，哎，在一台服务器让它在不同的位置访问的话，是不是用虚拟过？只要创建是就能访问，对吧？那我现在把它栏目移出来放在不同的服务器，它应该怎么访问？掌握嘛，我之前讲架后的时候说过嘛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琢磨琢磨，怎么样才能访问？没讲过，我肯定讲过。既然这个讲过，图讲过了，一定讲过。啥？除了网址之外，后面还要加运营部。运营嘛，我们说了，三级域名是不是可以随便创建？所以我就可以创建什么？啊 ？book 点 ic 点 com 啊 ？game 点 ic 点 com， 每一个子域名是不是都可以指向一个 IP 地址？我真巧，这个大嘴巴子。域名是不是指向 IP？ 我每台服务器是不是有一个单独 IP？ 啊，我把这个域名是不是做 DNS？ 昨天是不是都已经见过 DNS 了？ DNS 是不是创建一套 AJ 路 ？AJ 路后面指向 IP 地址可以随便指，我三 W 是可以指向一个 IP，FTP 我是不创建别名的话，我是完全可以指向另外一个 IP， 我创建 AJ 路就可以了。啊？啊？哎呦，你苍天雷雨！学完之后。讲过了2000字网稿，咱们开课到今天才第10天，啊，这不算预科课的话，算预科课的话，咱们才第15天、17天了。你们都把第一天讲的课给我忘得一干二净。DS， 正向查找区域，这是 IC 点 com 吧？啊，我需要什么？看右键新建，然后分析录吧。啊，创建一个 book 点 IC 点 com， 指向一个新的 IP， 可不可以？可以吧？啊，三三随便，能听懂 ？IP 在是都不影响这个东西的实效，能听懂啊？啊，我只要确定这个 IP 存在，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新域名是不是指过来？指过来，它是不能访问，是不能访问。那我说，做虚拟目录的最大好处是，在一台服务器上是可以便于管理我的服务器，可以是让它这个。数据里边的数据是不是分门别类更好维护，备份是不是很方便？那更大的好处是，一旦访问量增加，我是可以很方便把它扩容出来，啊，所以我说我们的门户网站、新浪、搜狐、163这样的东西，它都是这么做的。每个栏目是不是它都是一个子域名，啊，不可思议新浪点 com， 能听懂我说什么？目的是就是为了把子栏目是不是放在不同的服务器集群当中，它是不是就不再是一台服务器了？讲过吧，讲过吧。那我这里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，把目录首先在单台服务器当中是把它独立出来，用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刚刚讲的那些东西？啊，我再说，我们学到的知识其实之间都是相互串联。在一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只是学的是单个的知识阶，比如说，我就学的是虚拟录。很多人他不一定觉得他有用，很多人他不一定觉得，因为他自己是都没有想明白这东西怎么用啊。那等我们把它逐渐串联之后，或者说你在某一台网站上犯过，比如说我就犯过，咱们的网站是不是现在犯了很多错误，对吧？那这样的错误是在做总结，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犯，没错吧？那他是不是可以做更好的规划和维护？当然我说，我再说，这只是一种架构，只是一种思路。你不一定网站是一定能遵守这个架构。架构我说是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啊，而是随你可以按照你的思想去来设计它。那啊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实现的是什么？虚拟录 ，OK， 在 Windows 当中实现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右键点击是不是可以了？啊，但是它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
这个概念，这个东西做法很简单，关键点是不是？这种概念图，啊，而且这个概念不是第一次讲，我们第一天是说过一次了，可以吧？能听懂？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，这都没啥说的，就是能改，意思就是，好吧？好了，循序渐进。我们来讲下一个知识点，各位，我们讲到再说，实现起来异常简单，不是实现的问题，而是概念问题。OK，好，什么叫循序渐进啊？哎，我之前讲的这个东西都是一台服务器能够支持10万的访问量。OK，啊，但是我的访问量达到了50万，所以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搭集群吧，啊，我是要买多台服务器是才能支持它的访问，很好理解吧？但是我问你，你的网站真的有这么大的访问量吗？啊，有吗？有吗？啥意思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公司的网站，包括个人网站，访问量是不是都非常小？一天的访问量是不是才有可能是几千个 PV，对吧？那这时候我的服务器的性能是不是就得到了浪费？那我现在就说，我浪费这个东西值不值钱？如果不值钱，我是不是就认了？要是价格不贵，要是价格贵，那是不是我就要考虑别的方法？那我现在问你，你搭一台服务器，我讲过，它需要多少资源？